要不然就来玩个算了。啊！我就先干死他！臭流氓，来滚！贼假灵性，赶紧出动！您放心吧，绝对保持同志们安全。不要过来，过来给你收榴弹。咱们现在该咋么走呢？咱们坐跨省的车到武汉去，咱们抢银行，抢钱，咱们走陕西去。我那一个战友是开出租公司的，那人多，路上肯定有人拦截咱们。咱们再不坐起陕西车了，咱们进山岭那是山多草多洞多，那最保险。对，走，那咱们走，咱们走。说话，是这样的，我刚才接到报告，有两名歹徒杀害了一个桑塔纳汽车的司机。现在已经弃车，估计已经上了长途汽车。就这样。是，马局，我明白了，我们马上赶过去。好好好。怎么了？
啊，是这样，那两个歹徒杀了司机，把桑塔纳扔在树林子里，估计是上了长途汽车奔龙德这边来的。咱们再这么设卡不是个办法，他们完全可以劫持长途汽车上的旅客硬闯过去，这样很有可能危及到老百姓的生命。那咱们去长途汽车站。哎，老方，上长途汽车站。待会儿你小心点啊，跟着我啊，把钱吧。
进展？能保持这样就不错了。陆开彤彤这两天的病情还可以。哎，你让我跟他说几句话啊。嗯，可以可以。来，彤彤跟妈说话。妈，听见爸爸说叫你了吗？听见了。听见了。想不想爸爸？想。想爸爸啊。妈妈好不好？好。现在在医院治病治得好不好？好。好啊。医院好吗？好。咱不怕打针啊，听话啊，听妈妈的话，知不知道？啊。咱坚强，把这一打好吧，咱就再也不打针了，咱就放开出去玩去，好不好？哎，彤彤，彤彤，他们又和其他人来上，他可能忙着。他一天干啥人啥，白天忙，晚上还是忙着呢。现在这个男人太不像话了。你别着急。孩子小打针哭是难免的，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彤彤这个病啊，能不能治好了还是个事儿呢。全世界都没有好的办法，你说是怎么了？那我孩子怎么能得这么个病呢？说实话，一看那孩子受的罪，我巴不得我自己去替他受。你别着急，现在医疗科学那么发达。我相信孩子的病一定能治好的。哎呀，再见你今天的晚上。你一天也没吃东西了，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彤彤的病就不打针了，不打针怎么能治好病呢？啊！什么时候才能治好病呀？只要咱们经常吃药打针，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是哪一天呀？我跟你说啊，就是咱们这儿治不好，北京、上海，咱们一定得去，啊，花多少钱咱也得给孩子治这个病，是吧？啊，咱俩一定不能丧失信心。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一直很坚强，啊。哎哎，你听我说，你现在一定得保重，啊，孩子这么病病歪歪的，你可不能再病。你说你一再病，我怎么办？哎，你要有什么不舒服的，你赶紧吃药，赶紧找大夫。你肯定现在心里火很大，你多买点水果吃啊。咱别担心这个钱啊。你心里有火，你千万不能得病。行了啊，你就别浪费电话费了吧。你也要注意身体啊，一定要保重啊。出去。
出去办事儿一定要小心，现在的坏人手里都有枪呢，你不要让我再给你担心了。我知道，我知道。行，那我先挂了。挂吧。接到这个海硕警方发来了一份紧急协查通报，在海硕发生了一起特大杀人案。据海硕警方提供的这个线索呢，等一下，据海硕警方提供的这个线索呢，犯罪嫌疑人就是咱们古海市沙塘镇的人。接到这个通报以后呢，我先派赵建成副队长开一站的这个调查排摸工作，下面请这个建成队长把排摸的情况介绍一下。好，我简单的向大家汇报一下。您等一阵子啊，这人正忙着呢。从昨天开始啊，我们按照局里面的安排部署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排查，但排查工作进展不大。目前啊，从各方面的这个汇总信息看，还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已经逃到其他的地方去了呢？哎，还是我们群众工作没做好，排查不细致。我看不会。犯罪嫌疑人呢，在海硕没有落脚点，而且海硕警方一直在开展这个抓捕行动。相反，犯罪嫌疑人在古海市的这个亲戚比较多，地理人情也比较熟悉，再加上古海市三大沟深，人口分散，便于犯罪嫌疑人隐藏。像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逃到哪里就是哪里的祸害，而且呢，他还一定会不断作案。说不定一做就是个大案子，因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报告，进来。局长，甘肃乐清市公安局发来一份重要的协查通报，该市月宝乡月宝村发生一起入室杀人盗窃案，我们将对方提供的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与海树警方提供的照片进行比较，认为海树杀人犯与海树杀人犯的体貌特征是一致的。这个岳清寺啊，和古海寺接壤，坐汽车一般就是两个小时。即便是坐其他这个农用车，最多也就是三四个小时。从刚才报告的这个情况看，充分说明犯罪嫌疑人已经来到古海寺，而且已经作案了。
我想现在是这么干，跟岳清寺公安局联系，把蓝小军的案子跟岳清寺的案子并案侦查，争取用军改的时间把这两个案子搞结。同志们，李思维给咱们限定的最后破案期限是越来越近了，大家还有啥好的意见和建议都要拿出来。对于健康反映这个问题，我看应该很好的发动群众，提供线索，仔细核查，同时注意做好群众纪律。我看政委讲的这个意见也很好，那咱们就分头行动。好，好，好。李队，啊，我们下一步想干什么？咱们先去河塘镇落花村赵平道人家，是该动于谦的时候。我们动于谦？蓝小军交代，于谦是他偷车的买方接线人，从他身上很有可能打开这个案子的突破口，所以必须先把他控制起来。建成，这件事就你来办吧。我办？啊，那个河塘镇那边还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在门牌的时候啊，河塘镇镇长告诉我，赵平的二姐家有一辆行驶女子行车。嗯，我觉得呀，在农村不办事不结婚，谁家美女是自行车？嗯，这很可能是赵平这次请他回来的见面礼。来来，你说马小香，嗯，你们家自行车呢？我们家没自行车嘛。上次我来，我看到你家自行车还新的。叔，自行车到底到哪去了？哎，把自行车当车。你上哪去了？出来来。车子哪来的？车子没来的。多少钱发票呢？发票比保险没有发票干啥呢？这是哪买的？你说话要负责任。马兄，我现在带你去个卖车的地方，到那儿你就知道了。你别跟我说你这些车是捡来的啊。车子是我小舅子前几天推了回来的，说这是暂时放我这儿。这情况我上次来你怎么不说？你有没问吗？你窝藏犯是嫌疑人，有事没事少不了你一个。马小强，我现在可以不追究你啊，但是你必须及时准确地向我们提供情况，听见没有？嗯。你弟弟干的事儿和你脱不了干系啊。派人严密监视马爱香和他老婆。是，哎，老乡。向你们打听个人，你们这个村子上有没有赵平这个人？赵平这小子听说都黑说弹过去的，好几年都没见过。哦，嗯，那最近你们见过没有？没见到。没有。哦，那好，老乡，你看这个人比较危险啊，你们如果发现这个人或者见到这个人，要立即报告我们，好吧？没问题。喂。哎，李队长吗？我们这儿有人发现了赵平啊。好，你们盯紧啊！哎哎，咱们赶紧向丰台乡十里村去。好了，好，谢谢你们啊！不用谢。
情况怎么样？大约40分钟前，有人发现此人在咱们村的小卖部买过东西。一共买了6瓶水，实在方便面。但这个此人走后，店主立即向咱报了案。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往联财街方向。联财哈？联财那边布置警力了没有？联财那边的警力咱们已经通知了，通知过了。你还在这盯着啊？行，我们上联财那边去。好了，好，就这样啊。大伟，你去横跨处找保安先，注意开车好一点。小罗，你到防卫层去找值班主任，让他们晚上6点把些情况马上报告。去吧。哎，你来得快呀！我来得快，不是赵平跑得快。大伟怎么干什么呢？我让大伟到横跨村找毛万新去。这个毛万新是不是去年从平罗监狱放出来的？就是。哎，他们不会走开的吧？刚走。哎，华军，你追上去，把毛万新弄到这儿，咱们。哎，行行。哎，来，坐。怎么样？人数不够用是不是？人数倒是不少，但是咱们这你也知道，这东一个西一个，就显得人数不够。这个全面搜捕啊，我看现在没什么太大意义，咱们还得把握线索，重点突破，你说是不是？哎，李丽说的对，你说这，你说现在像这个，咱们现在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地点。你看他一会在这儿，一会在那儿，这还不把人给折腾死。喂，李队长。啊。蓝小军交代了重大问题，我让马队长做了汇报，马队长立马上回来，对这件事让他去负责。不是，我把这边事弄完再回去行不行？不行，你必须马上回来，队长在等着你呢。好，我知道了。哎，这儿有你跟哈军负责。把毛万新的事儿弄利索啊！行，我回趟局里，有事儿咱打电话。行啊，来，在这儿，就在这儿吧。行，走了啊。毛万新，你是在这里给我说完呢，还是跟刑警队李队长到他们说去？所长，你让我说啥呢？你对我的教诲，我每天晚上都要念30遍，这不我都改好了。我媳妇要回来，那好，咱们喝了你的团，就在抓你儿子。别别别，丁所长，你可点我一个。好，前几天你和狗娃子几个人到山上干啥去了？听说赢了不少钱，准备还要盖新房呢。这不是都跟你说过的吗？还说。把这兔子交给你了。行，这不说咱们到地方说。丁所长，丁所长，我说，给你个机会也不要这机会。前几天顾顺子约我到山上去赌博，我没事，我就跟着他去了。你钱是哪来的？是不是赵平给的？这。我说，前几天赵平到我家来了，他说他种了黄婆风菜，给了我800块钱。我也不知道是真的不是真的，我就拿上。为啥上次找你不说？上次你找我之后，他还没有到我家。哎，我又是骗你。我都是他妈的孙子，他都跟你说了些啥？他就是他种了黄河风菜得了一笔钱嘛。种了黄河风菜得了一笔钱？是吧？还说了些啥？他妈叫我在兜圈子，我饶不了你。丁所长，他给了个包袱，我扔洋卷了去了。包里装的啥东西？装的啥我倒没有看见，他说不让动。丁所长，你知道我人最仗义，
最受幸运的呀。受幸运？你去死吧你！我真的不知道他杀了人丁所长，你知道的，你不能不管呀。你今天给我主动到头是我你说的。是是是是。他说去哪了？都干啥去了？这个他没有告诉我。哦，对了，他说过几天他还来找我。丁所长，你知道我和他小时候都是挺好的。好个屁！你们这他妈都是在监狱里混的活蹦狗跳。是，是。你小时候狗上叫是不识抬举，到时候哭都没眼泪，干好吧你？是是是是。马上，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带我们去取东西，看你识相不识相。你小子要是狗上轿子不识抬举，到时候哭都没眼泪，干好吧你？我看这件事关系重大，咱们既要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也要对同志高度负责。你现在和纪文立即展开调查。我根据政委再向有关领导汇报一下。在没有接到指示之前，按时照办，但要绝对保密。您说的很对，特别是您最后强调这条纪律，必须遵守，一定得保密。哦，就是局长，赵平的案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犯罪嫌疑人还在顾海一带活动，今天下午还有人发现了他，我估计他肯定是得到了什么人的帮助，要么就是有人给他提供藏匿的地方。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在是全面出击的时候，咱们不能等着犯罪分子露面，要敲山震虎，把他赶出来，逼进咱们的口袋。对，我看是这么样，调几个派出所警力，全面展开搜捕行动。你们根据原来的线索，继续工作。提醒你一句啊，一定要争取时间。抽调这么多的精力搞这一个案子，也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当然应该这样，早一天抓住犯罪嫌疑人，这样既可以减少社会的压力，同时也可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事情就这么办。好，那我们动了。行，你私藏凶器，包庇杀人犯，等着坐牢吧。哎呀，同志，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起来，知不知道你最清楚。真的不知道。跟我走。清楚了，小子他妈的不老实，今天看他怎么过关。我告诉你，赵平是个杀人犯，这绝对不是偷辆自行车这种偷鸡摸狗的小事，该怎么办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好，赵平一分钟捉不住，你就一分钟脱离不了关系。刘队长，那一定配合抓住赵平，立功赎罪。我们现在不抓你，你回去发现赵平以后立刻向我们报告，知道吗？怎么报告你自己想办法，但是有一点，你得稳住他，不能让他跑，这直接关系到你能不能立这功。我们这边也准备一些人手，都是你那些哥们儿，
啊，李队，这样妥不妥？他不是想立功赎罪吗？啊，谢谢李队长，谢谢李队长。回去。好，好，好。在头上了，不干也得干呀。谁让你整天无正业，叫俺那些死狗赖忙的，这回好了，这公安人员就抓你来了。我这不是配合公安立功赎罪吗？哎，你再不要多说了，赶快帮我想想办法。咱们就听丁所长的，反正他把人杀了，政府一定饶不了他。咱们帮着公安人员把他抓住了，你也就离宫了。你要是不这样，我就走了。好，我就听你的，听你的。所以一阵来，我给你把这个李队长给你介绍一下。哦，谢谢侬替他指挥。来，进来。局长。局长。现在情况已经明朗。赵平很有可能在最近几天再去找王万新，我已经按照你的意思做了部署。好，我给你先介绍咱们刑侦队的人，这几位同志。哎，我考虑你跟这个哈主任在这一带这个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呢，这个具体负责指挥行动，这个基本上根据实际情况参加。好，从现在开始啊，你们实行这个24小时值班，随时准备行动。我考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一次行动，第一个要确保行动成功，第二点要特别注意自身安全，第三一点呢，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毛万兴身上，要立足于咱们自己。是是是。来了，我去找过你了，走过了，你都说了，说了。哎，你干啥？啊！公安人的人来我家两次，咱家都没说你来过，你咋这么良心的呢？兄弟啊，咱们都是从大狱里出来的人，我还能干出卖朋友的事吗？要是我说了，公安上不早就把你抓走了吗？你咋说的？我说没见过你，咋不相信呢？不相信又咋嘛？嗯，我想你也不会出卖老子，还愣着干啥呢？去，快送娃上学去，迟到了。走。你要是敢给警察说，看你，老子跟你同归于尽。我不会说。你放心，走走走走走，屋里说走，屋里说走。
你真的把人杀了？你听谁说的？听公安上说的。我那个婆娘不听话，还要管老子，老子让人管的吗？啊？啊，是的，是的。哎，你准备咋搞呀？上新疆，明天就走，让公安找起来。不要害怕，我人都已经布置好了，越整越好，回去了告诉毛元祥，这是最好的机会啊。好。不但能抓住赵平，也能够解脱毛元祥。你自己掂量掂量。好好好。把枪掖好了，哎，还是装包的啊，一定得沉住，装三门小姐得像，千万别麻烦啊。我知道。家里还有菜没有？你给咱们创了几个菜，我兄弟两个火点激动的。家里没有菜，你啥时候管过这个家？到外面吃去。外面吃？外面吃我兄弟咋办呢？你不是赢了钱了吗？下馆子吃好的。好，兄弟，走，咱俩下馆子。你曾是一抹灿烂的朝霞，短暂的人生只写下勇敢忠诚。你渴望爱情，渴望奉献，那年那月才能实现这追求。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明媚阳光闯进你世界。那一天，那一天，青春的火焰沸腾了生命的热流。哦哦，我知道你的渴望，你的心愿，你把我的奉献，我的追求。只写下勇敢忠诚，你渴望爱情，渴望奉献，那年那月才能实现这追求。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绿色爱情只满欢乐。那一天，血铸就了金色的盾。